这些年来，我们的研究中心在致力于研究 RNA 的同时，我们发现如何利用 RNA 影响脑部神经元，进而对身体下达很多指令。所以 RNA 手术已经有人请缨床了。一年前，我来到王家和世聪结婚。 之后，我整个人就开始不对劲了。你们到底对李烨做了什么事情？事情不是我们看到的那样。你和王思聪前后两任妻子的关系都特别的亲密。如果人脑真的可以复制，那不会是活着对死去的人动手的吧？承受癌症的身体。 一定要很辛苦把茧扎光。我们现在是同一条船上的人，我只想让你活下去。身为执法人员，你有没有原则？我为了你们的孩子，我什么原则都可以没有。你们一直在利用。为过去的错误，一起负责。当他签下合约的时候。 他就已经放弃他自己的灵魂了。所有人都被情感绑架的越来越深。但是我还有一次，你实在不要这样说我，我的一点都不。